刘头目所率领。那也特别介绍一下这一号人物，他过去啊是我们台电排球队的举球手，他过去是我们的国手啊。哦，你不要看他身材小小的，哦，他跳起来可以2.3米，现在是120。好，各位族人，不要忘了你们的掌声，我们继续坚持到底。看到王志明呢。
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很棒。接着第二项的活动，刚刚是浪漫的，这次的是秀舞的。Thank you.
调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秋千搭得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们帮你们留下倩影，好不好？因为从昨天晚上我看有几个大姐的妆到现在都还没有掉，都非常的漂亮。好，你再往前一点，我们帮你们拍照。来，我们恭喜。好，我们在场的摄影师哦。哦，这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特别邀请《苹果日报》的摄影机。哇，欢迎欢迎，大家继续保持笑容哦。明天全部上《苹果日报》了哈。几号麦克风？几号？